看见先生送进来吗？啊，送进来，送进来，不是照片，原来是我。来，我再叫你看。好好，李经理。你吃的红烧汤好了。那来做出来吧。没有。是你谁？是啊。你无做导游，所以你请我，我哪才会？你晓得。啊，我做你接什么？我坐车。哎呀，带带去带车。坐一节车出来的。你唔等你阿姑叫吃啦。哎呀。啊，我叫飞机马哥。叫飞机马哥。唔免啦，你就做伙来就好。无，我都去马公嘞。我没有。没啊。你有没马公？你唔听。啊，你敢讲听啊？无，听我讲。听啊，未听你讲。听就好啦。那讲。啊，三个，你有在帮人？嗯。一工尔。嗯。啊，伊就是两个岁，几啊岁？我边个吧，娘做伙。啊，你朋友吗？啊，我再说。对啊。啊，现在去人家站哨了。啊，几天前。先来讲风啊！先讲风啊！先来讲风啊！我十点过呢，拜托的。下午几点？下午几点？下午几点？啊，不会的。十点四十。十点半了。你们。就早起啊。只有他过那个安全门会哔哔哔，没呢，我们都可以。哦，有重力。你要吃大餐啊，要吃海产啊。西门先吃一个面包的啦。你西门先，哎啦，有多面包啊？十二点啊吃啦，真吃太早。我讲你生意这里商店买一下物件吃啦，哦，你西门买一下物件，啊，咱用这位看，这车嘞。谢美姐没完成吗？还好啊。啊，那咱去找啊。啊，那有找吗？这节目我是真的。啊，罗林有睡无啦？我老笑。阿啥你有姓啊？诶，江尾中遐你看有我唔知伊。我每天到那个。Thank you.